上班第一天，师傅就教导360行，选啥不重要，行行都能出状元，首先是要把活干好，多一分眼睛少一点毛糙，多一份耐心少一点急躁，万丈高楼那个平地起，别人做得到咱也能做到，勤勤恳恳哦把活干好，踏踏实实把活干好，把活干好那才是真的好，开开心心每天实现一个小目标。工作这些年感受有不少，总结一句话，实干最重要，行行都有难念的经，时刻别忘把活干好，多一份汗水少一点取巧，多一份专注少一点浮躁，功夫不负。